喂，各位好，欢迎收睇我哋 GamePHK 嘅影路攻略啊！咁而家系挑战模式嘅第十七关，咁呢关嘅完成条件咧就系要阻止敌人进入呢个珠剑之间嘅王座啦，同埋打倒所有敌人嘅。咁要小心就系一开始嘅刺客，佢会极速咁走去最近佢嘅一对门嗰度啦。咁基本上大家只有三秒钟时间可以发动陷阱打中佢嘅啫。咁另外就系弓箭手啦，弓箭手就会系会行去女主角一开始企嘅位置，即系大家开始企嘅位置啦。咁经过对门去到珠剑之间嘅。咁我嘅做法就系一开始咧就先落个攻城取，将呢个刺客打埋一边先，再用其他陷阱连死佢。咁一连死咗佢之后大家记住呢套陷阱就唔好太长时间啦，因为你仲要打低向我哋方向行过嚟嘅弓箭手。咁一打死咗呢个刺客之后呢，就要准备陷阱打弓箭手啦。咁就尽量一套连连打死佢，唔好有机会俾佢走开。咁最后剩低呢个着盔甲嘅男人就可以随大家凌辱嘅。好啦，呢关嘅攻略要点呢就嚟到呢度先，多谢大家收睇，拜拜。